四千年了，太爷爷朋友张老奶奶了。哎呀，说两句，我已经出来了。大山烤肉厂今天终于开张了，祝我们大山农家小院烤肉厂开业大吉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开张开张。那我们这个是烧鹅已经出炉了，好像还有烧腊。来，我们的光棍的头发有点脏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大家好，我呢网名就是叫大山农家小院烤肉了。其实呢，我做这种烤肉呢是无意中就是做成的啊。其实呢，我以前呢是在厂里面，一个打螺丝的。我在打螺丝已经打了大概有20年。嗯。到后来呢，就接触了这个。自媒体啊，然后呢，就无聊的时候，我在厂里面那些，就是东西玩玩啊。后面呢，就是为了，因为我在那个惠州的时候，嗯，有很多我们那个广西的老乡，嗯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呢，我就无意中我就大扣肉，大扣肉，但是呢，一炸我就拍了，发了视频，就很多人就。再问了啊，你做什么烤肉？我说广西的。后来就慢慢的，知道拍烤肉有量了，就喜欢上有量了。嗯，那当然我们那时候拍视频，说实话啊，也想。啊，对。对吧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主要关心的就是今天我来这里能不能打包一点回去那种。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手机带有多大？那可以，好，可以打包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
感谢总长，要让你们后面两个人来。来，我来。来，欢迎，好，掌声有请龙啊！好，对，大家，大家，我会说啊，一定要说，礼尚往来，真的收获发大财，好吧？一定要收下，大家，我们的工资就这样子，搞个啊，没有，不是，你能来到。没有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也是一种祝福吧，收到发财，大家发，好不好？你能来真的很感谢你，是吧？不要再出来都去，好。你们这边谢谢感谢。啊，习俗是这样的吗？我们是这样的，大家要大胆。好不好？大山这里什么都那个啥，扣肉最多。对对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扣肉多。大山家，对，这就是亮辣辣的我们的羊角啊，好吃一块啊，好吃一块的，嗯，要来重的。老板，你凉了。老板，你给一点老板啊，老板流口水了。等一下，那里不是还有很多吗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这个我学了两年了哦。等下，等下，中场不用吃饭了。不用，嗯，好香。很香啊，很香啊。见仗奇迹发生啊！滴水不漏，漏了，漏了，漏了，没有搬错，谁说搬错了？上青菜，我又是扣肉，没有上青菜吗？扣肉，只啊扣肉，还是扣肉啊？这个是酸甜酸甜扣，五香白菜扣啊，香芋扣就没有了啊。还有啊，先下你们吃啊，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发大财啊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发一次。大家发，一路发啊，大家六六大顺。全部都是肉菜，有大家你上点青菜啊。吃烤肉，来。哟，你看，
这么大一块的。给你这个是吧？不要，我有这个。啊，就是用广西话来说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昨天说的那句话叫什么？两个捞，对桌啊，来对桌就是我的徒弟。哎，我们今天师傅啦，师傅我们快敞开呀！湛江的是吧？湛江，在湛江是叫金枪厨。我们今天带着我徒弟一起进你们远道而来的，各位是一直陪伴还有指导还有鼓励还有教我是吧，我们敬他们一杯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特别是小六村长，还有秋主，还有雨果妹，还有那个亚豪哥想去哪里啊？来亚豪哥，来，感谢感谢啊。哦，大家喝好，吃好喝好，买什么菜啊？都是扣肉。啊，菜很多了。是啊，扣肉还是扣肉啊？啊，青菜是少点啊。辛苦了。哎，大家说一句话，祝大山的扣肉生意兴隆。祝大山扣肉生意兴隆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哦。谢谢光光，辛苦了，那么远。过来买什么好的招待啊？美心一下，美心一下，下次我补偿。感谢。啊，大家好，吃好喝好，身体健康。哎，兄弟，来，好，顺，吃好喝好啊！来，大家好，身体健康。喝一杯好吗？好，来来，祝大家啊，身体健康，开心点啊！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大家生意兴隆。